我觉得时间时候到了，应该自己也不想，希望能够留给更多球迷有好的回忆的。是今天早上起来就后悔了，这19年来有太多遗憾了，对，有包括差点赢了赢日本的呀，或者打差点。差点拿到奥运四强，在前几年差一点拿到总冠军都有了，太多遗憾了。所以当然会尽全力的去让，希望能够给到这些遗憾，就想做到今年能够与中国拿下一个总冠军。那再次就是自己的200轰跟2000安，因为这是对于自己的一个记录跟。那也希望自己能够在今年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记录，这样。我曾经想过说离开，因为毕竟在这个环境已经30几年，啊，完全离开这个环境，然后去最算是给自己另外一个人生的重新开始。但是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，自己因为从9岁就开始加入这个。环境团体生活，那所学到的东西大致上80%-90%都是这些。那我觉得从前2年开始，我就觉得自己到处去钻研，好自己的把这个专业把它钻研好，然后可以让自己增加更多的知识，让有机会的话可以教育更多的其他棒球员。